如果说你现在很穷，一定要去做以下几件事情：一，遇到任何问题，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；二，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，窝在家里绝对是没有出路；三，能折腾别闲着，一定要选择去学一项技能；四，不要选择去做简单的工作；五，自己选择对的事情，一定要坚持做下去。